两名巡逻员仅拦截围捕一名机车骑士，只见骑士做事要落跑，玻璃士大人上前阻止，但骑士顽强抵抗，最后被压制在地。这一段再平常不过的警方办案日常，竟遭指控警察收了钱把人放走。伊是要求讲无啥物代志啦，保护管束啦，哦，啊，看我会使赔偿因一寡医药费安尼啦。我一个被打的人，五十几岁人，我要赔偿恁两个少年仔医药费。凤山分局既然在公署里面公然索贿。原来27号中午，两名高雄凤山分局的五甲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，发现没戴安全帽的骑士上前拦查，却爆发拉扯，依涉嫌妨害公务，将骑士带返派出所。但后来研判未达妨害公务的程度，加上骑士频频道歉，写了张道歉书，还主动赔偿员警受伤的医疗费，还有衣服破损的钱。原以为小事化无，没想到事后却遭指控警察收贿。还有在动你，无啊？而且警察说：“啊，那你写招啥？他是很平顺啊。”重回事发现场，目击民众都说警方态度正常，倒是骑士不断求情。哦，林正好像是有在求情。让事实来讲话，然后由警察官来做调查，到底是不是有纵放人犯的嫌疑，还是真的如同警方澄清，只是赔偿金？全案已经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，人民保姆这样的和解做法有没有疑虑？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